男人拿着一个鸡蛋大的钻戒正在求婚，结果下一秒就掉进了电梯里。害怕的女友害怕极了，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。不到三个小时，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。此时男人已经死死地卡在了电梯里面。幸运的是，男人此时还有呼吸。然而经过检查发现，电梯的链条正好卡在男人的动脉上，如果贸然松开可能更不利，因为铰链的压力相当于止血带，能防止他失血过多而亡。消防员迅速准备了急救措施，接着拿出了一把小小的大钳子，直接把链条给剪了下来。疼的男人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宝。救援队赶紧将男人给拖了出来。男人被救出来后第一句话就问女友是否答应了他的求婚，然而刚得到肯定的答复，男人就开始不停地抽抽起来，他的血压开始下降，呼吸也十分的微弱。消防员立马给他做了心肺复苏，结果按了9978下之后，男人还是停止了呼吸。消防员也露出了失落的表情。而这一起悲剧的发生，全是由于电梯维修人员工作的一个小小的疏忽，检修的时候没有把盖子盖好，所以任何工作都要认真对待。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，消防员只是头上插了一根钢筋，就让队友帮他拍照发个朋友圈。然而当他看到那根3米多长的钢筋时，整个人瞬间就不淡定了，真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，这绝对是史上最不幸中的万幸。原来就在刚刚，下班的消防员刚准备回家看小五电影解说的时候，路上突然出现了障碍物，男人赶紧急打方向，终于及时把车停在了路边。结果下一秒，一辆来不及刹车的工程车就撞了上来，一根钢筋不偏不倚地扎进了他的脑袋里。此时的消防员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是发现自己的脑袋动不了，直到自己看见刚拍的小视频，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队友赶紧帮他把脑袋固定住，接着连人带车把他一起拖到医院。等到医生准备就位之后，他们迅速把钢筋给切了下来，第一时间把他送进了手术室。然而面对如此复杂的手术，医生也觉得十分的棘手。在商量了2个多小时之后，他们决定给消防员做开颅手术。随着钢筋慢慢的迅速拔出，消防员也被成功救了回来。不得不说，虽然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车祸，但是消防员的遭遇绝对是史上最不幸中的万幸。经过几个月的休息，男人很快就会回到工作岗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你记住呀，陌生的快递千万不要随意打开。这条女人只是好奇地晃了两下，结果下一秒快递就发生了爆炸。警察和救援队迅速赶到了现场，女人虽然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，但幸运的是还有呼吸。消防员立马替她做了检查，发现女人的情况十分的不乐观，必须立刻进行现场急救。但是现场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爆炸物，他们必须疏散周围的吃瓜群众。但是看着奄奄一息的妻子，她的丈夫并不想离开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两个消防员只能把她拖到了一边。趁着女人此时还有意识，消防员直接在她的身上划了一个小小的大口子，用来释放她胸腔里的压力。很快拆弹专家也赶到了现场，迅速对周围进行了排查。消防员这边在划了7、8、90刀之后，女人终于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，这也就意味着女人已经暂时脱离了危险。他们赶紧将女人送去了医院，她的丈夫开始不停地安慰女人，告诉她自己一直在她的身边，希望她能早点恢复过来，并且不停地嘱咐她下一次千万不要再胡乱拿快递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有一个炸弹快递出现在他们家呢？故事到此结束，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